现在我在私立的魁山中学，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溜滑梯，会从六楼，可以从六楼一直滑到一楼。我现在在四楼，我要出发下滑了，拜拜。这个溜滑梯其实并不太滑，哦，速度增加了。三楼，一楼，呜，终于有一点速度感了，到了。我们应该要尝试一下从六楼滑下来。好，冲刺！你一直在刹车，我的控制很滑。